七叔，嗨，好，师傅，静儿，徒儿拜见六位师傅。静儿来了，哦，哎，快来坐。杨再兴受岳飞之命，去小山河接应。 那敌兵人数众多，经过多次交战，中箭而亡。师傅，您还会演别的故事吗？二姑娘，你要看什么故事啊？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好嘞。想不到在这儿能遇上你呀！怎么回事？这才几日未见呢，怎么就瘦成这样了？ 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静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蓉儿呢？哦，蓉儿忽然想吃嘉兴的印花糕了，所以我就打听了一下，说是醉县楼的印花糕最好吃，我就过来买了几块，没想到碰到了七师傅。哎，静儿，岳州大会开的怎么样？我们听了七公的话，蓉儿接任了丐帮帮主之位，不过事情进行的没有那么顺利。 前前后后，发生了很多波折，蓉儿还因此险些丧了命。哦，竟有这样的事！哎，几位爷，请慢用。几位爷，请慢用。哎，行，好在有惊无险，让你们遇到了一灯大事，蓉儿也保全了性命。哎呀，你们真是因祸得福啊！你们参透了九阴真经的真谛。 想必洪老帮主的功夫很快可以得到恢复。是啊，此次我们来嘉兴就是找他的。不过，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儿。来啦，这是我们醉仙楼自酿的乌酒，请各位大侠尝尝。来，尝尝。老大，这酒不错，好酒。有。 够劲儿，够劲儿！哎哎哎，这可比十八年前邱道长带来的好太多了。他那酒啊，骚得跟尿似的，我是硬着头皮跟他喝的。没错，当年他要是带这个酒来啊，我早把他给喝翻了。十八年前，师傅们还和邱道长喝过酒啊？嗯，就在这儿。没错，我们跟他都跟醉仙楼熟，所以就在醉仙楼摆了个合适酒。 当年我们哥七个替焦木大师做保，跟这个邱道长较上劲了。他当时为了吓唬我，邱道长手托一个千斤重的铜鼎，这口鼎啊，高约三尺，顶口宽约两尺五，里面装满了酒。本来以为会吓住，没想到我们哥几个就这么着，一人一口。 走，干了，反倒把那个邱道长吓得是毕恭毕敬。这后面的事情你已经都知道，我们和邱道长立下赌约，分别栽培你和杨康，十八年后见分晓。没想到，十八年前醉仙楼竟然这么热闹。要说醉仙楼的热闹啊，还得说是三十多年前。 啊，三十多年前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才是十来岁的孩子，柯镇恶是我们大哥，我们兄弟七个人自小一结金兰，这醉仙楼啊，是我们最常来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来一杯，大哥。这醉仙楼有什么好玩的？大哥从小就带着我们行侠仗义。 只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儿，我们都管，三日一小架，五日一大架，打的都是欺负人的坏人、恶人。打赢以后啊，就来这醉仙楼喝酒，每次都是大快朵颐，喝的是畅快淋漓啊。<笑>你的几位师傅虽说都出身贫寒，可是跟着大哥，我们也都是醉仙楼的常客，可都没亏着好酒。<笑>那个时候啊。 我整天是大口吃肉，大口的喝酒，那日子过得比天王老子还潇洒。师傅们曾经在嘉兴过得如此潇洒快活。
为了皇，不得不离开这里，远赴大漠，背井离乡18年。师父们对弟子的这份恩情，弟子不知何以为报。哎，静儿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是啊，静儿，虽说我们离乡18载，但是看着你大有成就，我们心里啊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静儿，我们对你好，不图什么回报，你把我们几个当成什么了？不，弟子说错话了，自罚3杯。嗯，你还真当真了啊，静儿。我们几个知道你心眼好，对别人也好，我们怎么会真生你的气呢？就是。大侠，您要的船已经在楼下候着了。好，知道了，麻烦艄公稍等一下。哎，师傅们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坐船去海边，然后转道去桃花岛。桃花岛？嗯，全真派谭楚端死于黄药师之手，全真妻子呢，近日要去桃花岛找他报仇。我们听说这事儿，就想从中调和调和，看看能不能化解这段恩怨。不是，那日我在驱三酒馆的密室里看得清清楚楚，杀害谭楚端道长的不是黄岛主啊！啊？什么？那凶手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是西毒欧阳锋，他假借黄岛主之手杀了谭道长，当时的场面特别混乱，他还放话挑拨大家的关系，所以全真妻子以为下杀手的是黄岛主。太好了，全真妻子要是知道了，想必黄岛主的恩怨也就可以避免了。静儿，你和我们一起去桃花岛，把这个事儿跟他们说清楚。嗨，他这不是8月初6要去临安赴华筝公主的约吗？不然我们就让他一起去桃花岛了。嗯，真是命运弄人呐，你和蓉儿有缘无分。按说你回蒙古成亲呢，我们几个师父应该跟你一起去，那这样一来恐怕我们就赶不及醉仙楼比武了。师父们的心意徒儿心领了。吃完这顿饭，咱们师徒啊又得分开了。我回蒙古是成亲的，成完亲了之后马上回来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。好，静儿，我们18年看着你长大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你为人夫了，就是个大人了。你成亲以后，要学着好好照顾这个家，凡事多担待，多包容。多为对方着想，你日子过好了，师父们也就放心了。哎，无论弟子身在何处，几位师父对弟子的恩情和教诲，弟子永远不会忘。行了行了，别这么婆婆妈妈的，就跟以后再也见不着了似的。来，咱们几个一同跟静儿干一杯。来来来，啊，来来。来，静儿，静儿，干了！来来，静儿，不管你娶的哪家姑娘，我们做师父的都希望你开开心心、平平安安的。谢谢秦师傅。孩子，等你回蒙古成完亲，我们醉仙楼再聚。好啊好啊，下回我们一定不醉不归。好，小子，师父下回再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可不能这么瘦。你得多吃饭，你要还这么瘦，别怪我打你屁股。好的，师傅。静儿，你过来。大师傅，艄公还在等着，我们就此道别吧。你自己多多保重。嗯，我会的。师傅们也多保重。嗯，我们回家乡见。嗯，好，走吧。走了。好，
草鱼，草鱼这种鱼不好吃，一点都不鲜嫩，还一股的土腥味，喂猫还差不多。这，谁说让你吃了？这摸鱼嘛，它就是一个好玩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那你呢？你整天就知道玩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不好玩。放。那这样，老顽童，你别管我了，自己找好玩的去玩去吧。真的啊？这是你说的啊？这是我说的。哎，那我可真走了啊！你真走吧。我是觉得你陪着老叫花挺没意思，我呢就像你那尸手上的烂面粉，甩不掉的大包袱，牵累了我，怪不好意思。你赶紧出去，找着好山好水好人家，好好的玩啊！去吧。哎，那要是碰见蓉儿，他要问起来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回答来啊？好说，我就这么跟他说，我说。虽然说老顽童花了7天7夜，好不容易把我从宫里给救出来，他把我扔下来不管了，没关系，就是前功尽弃嘛，这有什么呀？你走吧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可真够坏的，你分明知道我不能走。不会吧？你难道让那小丫头给吃死了？这，我会怕她？是啊，她一个小丫头，这。我不过是已经忘了九阴真经里面所有的招数，我想再去桃花岛找那个黄老邪再比试。行，那我就委屈，陪你几天啊。反正今天已经是初五了，再过10天就是8月15。8月15就可以在醉仙楼碰见蓉儿，到时候我把你交给他，我就什么都不管了。所以老顽童，你给我听着，8月15之前你哪儿都不许去。你得陪着我，不是你想去哪玩去哪玩，是我想去哪玩才能去哪玩。嗯，哎，你也有想去玩的地方啊？我。哎呀，这最近小王爷的脾气越来越大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都是那小娘们害的。那以后你说，咱们听谁的？哎呀，你还没有发现吗？小王爷有勇有谋，咒景堂上上下下都听他的，风向变了。哼，老子终归是老子，老子要是听小子的，那不乱了辈分？哎呦，这世道什么辈分不辈分的？谁是这个，谁是老子？管他老子小子的，哪个说话咱不得听啊？小王爷让我们去醉仙楼勘察地形，别把事情搞砸了就行了。对，走吧。谁？有本事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谁？哎呦，现在我喂你的这个是这个世上最毒的毒药。告诉你们，7七49天之后毒性发作。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我能把这个毒给你们解了。你们得好好听我的话啊！只能是我，所以呢，你们要乖乖的听我的话。哎，那就7七48天以后，我就把解药给你们啊！你唬谁呢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就是，谁知道你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？一股的酸臭味，呸，还牙碜。哎，梁老先生，你是用毒的高手，他给的是毒药吗？据我所知，中原确实有一种剧毒之药，它是用毒蝎、毒蜂、毒蛇的唾液制作而成。这味道嘛，反正差不多，还真有懂行的啊！你想干什么？
我现在就让你们去给我找紧轿子回来啊。轿子弄回来你得给我们解药。七七四十八天之后吗？现在赶紧快找轿子去，快去快去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老顽童，你真可以啊！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弄了五个苦力，你这毒药厉害，没老毒物的厉害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待会儿吃霸王鸭的时候，我多给你分点。哎呀，别搓了，你再搓我都想搓了。你闻闻啊！哎呦，我们的命真苦啊，好端端的。被那个老顽童下了毒，老天爷呀，你怎么就这么不开眼呢？啊！说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找轿子吧。就是，哎呀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上哪儿去找轿子？是啊，去哪儿找啊？哎，我说，你们看，啊，还真有啊！真有啊！上走。没想到这辈子头回做花轿，竟然是跟你老叫花。怎么了？委屈了？不不不，荣幸荣幸。就是急点。你看这外面闷的气儿都喘不上来，咱们在里边还有酒喝，还有轿子坐，多舒服啊。是慢下来了。哎，快点走啊！没吃饭呀，我说啊。好。哎，八宝鸭，请慢用。好吃。真有那么好吃？不错哎，嘿嘿，老叫花，我发现这天底下有什么好吃的，都能让你马上就找到。结婚世上谁会吃牧童遥指老叫花？吃吃吃吃吃吃吃！周老前辈，那个解药什么时候给我们呢？是啊！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48天，着什么急呀？那。我们可以买点东西吃吗？是啊，素的也行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反正呢，我这个毒药啊，它有这么个特点啊，吃的东西越多呀，它那个毒性啊，它发作的也就越快。嗯，你们看着办啊，看着办。哎呦喂，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呀？你们咽唾沫的声音就好像是海浪一样，海浪这样，我们真的是好饿呀！是啊，哎呀，你们呐，身为一个武林高手，你们就都应该有点想象力。想象，就比方说吧，就现在，你们就应该想象在你们面前。其实是有酒有肉的，而且特别是有这么一份东坡肉，哎呦，又肥又瘦，还带着皮，哎呀，那一块肉哦，半个拳头那么大，那要是就着汁儿一口咬到嘴里，肉汁在嘴里这么一爆，噗，不是，我说周老前辈，你要是不给我们吃的，这轿子待会儿我们可抬不动啊！臭小子，还敢跟我提条件？嘿，当心我再喂你们老泥毒药丸！不是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老泥丸？你给我们吃的是老泥丸，不是毒药？谁说不是毒药？那怎么不是毒药？怎么不是毒药？那是我出道几十年来自己独家秘制、自己配出来的老泥毒药丸。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毒药。是啊。老顽童，你到底给我们吃的是什么？对，说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
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刚才给你们吃的呀，就是我说怎么一股子酸臭味啊。老顽童，你竟敢戏弄我们。对啊，戏弄你们又怎么样，有本事你们走啊。脚长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想走就走。就是走走走走走了。怎么着，老前辈呢？对付你们几个我连个小指头都不用动。老顽童，要说打我们是打不过你。就是就是就是，但有一门功夫你可比不过我们的灵智上人。哎，对对对啊，会是什么功夫？我还比不过你们。嗯，哎，你先别着急夸海口啊。就咱们灵智上人这门武功，那练的是炉火纯青。不是，走遍江湖还没碰到过对手，是吧？对，是是是，这么好玩。哎，是什么这么好玩？要不咱们比试比试，是内力外力、拳法还是棍术啊？啊啊！说呀说呀说呀！好，一动不如一静。老顽童，咱们俩比定力。嗯，比定力。对，咱们比盘腿打坐的功夫，一动也不许动，谁要动了谁就输了。嗯，对，怎么样？这算是什么比试啊？这叫入定神功，怎么样？不懂了吧？就是就是啊。哎，老顽童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怕了，哎，我就怕了你们，真是好玩。不怕来呀，来呀，好，比就比。哎，咱可先说好了规矩啊，定力就是一动不动，连眼皮也不能眨一下。嗯，好好好，就依你的主意。哎哎，你要输了怎么办？开玩笑，我老顽童会输给你们？哎，万一你要输了呢？是啊，没有万一。好，万一我要输给你们了，那你们说什么我答应你们就是了。你要是输了就放我们几个走，不许再指使我们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我说，这老顽童行啊，还真一动不动。靖哥哥，咱们得赶紧找到师傅，帮他尽快恢复武功。你不是说师傅只要在嘉兴，所有好吃的馆子都找一遍，就肯定能找到他吗？麻烦你了。师傅说过，这家八宝鸭不错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啊！老顽童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周大哥，你在玩什么呢？你们不会再比定力吧？你们这样耗下去，再过多少个时辰都比不出个胜负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同时点中你们两个的笑腰穴，谁先笑出声来就算谁输了，怎么样？靖哥哥，准备好了啊。灵智上人这闭气的功夫可真了得。哎呦，蓉儿你干什么呀？老顽童。哎，好了，起来吧，算你赢了啊。哎，
我都说了算你赢了，行了。赢了还不赶紧走？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讨厌。喂，他不会闭气把自己给闭死了吧？呦呦呦呦呦！嘿。老顽童，你被人家给骗了，你这个笨蛋。哎呀你啊，怪不得呢，原来让同伙点了那么多的穴道，那我肯定是比不过你了。他又点了我一下，他点我，我有反应，他点你，你肯定没反应，那这比赛肯定不算啊，以后重新比。哎，重新比啊。不是，这帮混蛋怎么把我穴道点了？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点了你的穴道？问题是你点了穴道之后没反应，我点了穴道之后他一点我就下了。他要是不是点我的话，那我能给输给你？你别玩了，师傅呢？师傅，你师傅？对啊。哎，你别跑！老顽童，你是不是把我师傅弄丢了？哎，老顽童，快进来陪我吃东西，你还在那玩？师傅，龙儿，静儿，看这副样子。你已经当上丐帮帮主了吧？师父之命，弟子怎敢不遵？是啊，师父。师父您就放心吧，蓉儿现在是丐帮第十九代帮主，静一派和乌一派的长老都很信服他的。我就知道，蓉儿好样，哪儿像老顽童啊，一点正经事不干。蓉儿啊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静一派和乌一派两边不能打起来。你知道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打起来吗？师父您说，你要做事公平公道。今年静一派，明年乌一派，明年乌一派，后年静一派。你看师父每年都换一身衣服，他们就不打了。然后这丐帮以后在江湖上能不能壮大，那就得看你这第十九代帮主啊。蓉儿懂了，师父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。好，师父没看错人。哎，师父。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，这个老顽童有没有好好照顾您？他照顾我，他一天到晚跑出去玩，哪儿好玩的去哪儿，他还照顾我。你看我，我说老叫花，你说话可要摸着良心。你想上哪玩去，我就陪着你上哪玩去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就背着他满世界去找好吃的。他现在说我照顾你照顾的不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背着你满世界的走了没有？你别再挤眼睛了，都快挤瞎了。好，他照顾，照顾的不错。你看这么多天我人都被照顾瘦了。哎呀，不过蓉儿你回来就太好了，我就把老叫花交给你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去玩去了啊。老顽童，老顽童又要去哪儿？你整天就知道玩。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四张机啊？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四张？这么快就把人家给忘了？人家可是等着你小寒深处相对玉红衣呢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啊？哎，你见到他了？哎，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，他在哪儿啊？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各位，以后有什么事说话，我一定帮忙，但是千万别说看见我了，千万别说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你了，朱大哥。你们说，朱大哥怎么一提到英姑前辈，就怕成这样？哎，你们是怎么知道老顽童跟英姑之间的事儿的？之前我受伤的时候，季哥哥带我去一灯大师那儿疗伤，是一灯大师讲给我们听的。中间遇到了英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样也好，段皇爷跟英姑之间纠缠了这么多年的恩怨也算有个了结了。对了，师父，之前我们在明霞岛的时候，那个老毒物曾经说过，这天底下能救您的只有段皇爷，当时您不让我们再提，现在啊我们都明白了，这个人就是一灯大师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损人利己的事，我老叫花能干吗？师父，其实不用他人协助，自己也能打通七经八脉。别胡说八道。是真的。
是真的，师父。九阴真经里面不是有一段叽里呱啦的怪文吗？叽里呱啦的怪文，师父哪儿懂啊？那个原本是天竺的梵文，正好一灯大师精通梵文，所以他就译了出来，交给了我和靖哥哥。嗯，原来这人啊，真的可以自己打通奇经八脉的。你快跟师父说说。阴极在六，阴极在六，何以言九？何以言九？太极生两仪，太极生两仪，天地出袍判，天地出袍判。师父，九阴真经真是深不可测呀，照这办法练下去，老教化不出一年半载，功夫就会全部恢复。太好了，师父，靖哥哥和蓉儿终于可以放心了。还有十天才到醉仙楼比武，我看这两天你们俩多给我找点好吃的啊！咱们去吃这个醉鸡，七宝素粥，还有那个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靖哥哥明天就要走了。本以为老顽童给你爹解释清楚，他就不会再误会静儿，这样你们俩也能修成正果。可是造化弄人呢、啊、靖哥哥，是不是今天柔儿想做什么你都会陪着柔儿？嗯，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这家店本姑娘今天通通包了、你们都给我出去。姑娘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靖哥哥，你刚不是答应我，无论我今天想做什么你都会陪着蓉儿吗？蓉儿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只是想最后做一顿饭给靖哥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做好。蓉儿，你给我做这么多菜干嘛？靖哥哥，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，就再也没有办法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了，所以我就想着今天多做一点给你吃。这一道叫张家口叫花鸡，来，快吃，靖哥哥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在张家口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相遇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被人追打的小乞丐，你一点都不嫌弃我，对我像兄弟一样好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啊。慢慢的我才明白，那不是傻，是善良。可靖哥哥，你快吃啊。蓉儿，你别说了，这第二道叫什么你知道吗？靖哥哥，这道叫降龙十八掌。我们偶遇了七公，在蓉儿的软磨硬泡下，七公终于答应把降龙十八掌交给你。那段时间里，蓉儿天天做菜给七公吃，七公天天教你武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
那真是一段又自在又逍遥的日子啊。淑儿，别说了。金哥哥，你让我说完。这一岛叫明霞岛，在岛上我们遇到了很多危难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最让我难忘记的就是我们在海边，我帮你梳发挽髻，海风轻轻地吹过来，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想，如果我们能永远在那个岛上就这么过一辈子，倒也挺好的。如儿，你别说了。庆哥哥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让我说完。这一刀叫黑风双煞，这一刀叫轩辕台。金哥哥，你一定要多吃一点，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是我们的一段回忆，你要是不多吃点的话，以后你想吃就再也吃不到了。金哥哥，对不起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却还辜负你。金哥哥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恨 我恨我自己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分别。从小我爹就教了我诗词歌赋，还有奇门遁甲，但他从没有教过我该怎么跟相爱的人分别。如儿，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让你受的这些痛苦都由我一个人承担。金哥哥，就算你痛苦，你以为我会快乐吗？从前我爹爹教我念了很多词，都是什么愁了恨了，我以为他那是思念我娘，直到这些日子我才弄明白，在这个世上欢喜快活都是短暂的，愁苦烦恼才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如儿，我和你在一起，哪怕是短暂的一段时光，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金哥哥，我也是。如儿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说话，但是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心话。以后你不在我身边了，我会时刻想着你，念着你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，但是从今天起我知道了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会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里面，到死都不会忘。金哥哥，有你真心话，柔儿就心满意足了。